苹果家族，好。好，那苹果家族是我们的2016年成立至今，我们今年呢，跟到了美国凤凰城参加号称街舞界的奥运 Hip Hop International，带领我们的孩子走进街舞，令人感动的地方，让孩子喜欢街舞，尽情展能。让我们的所有的来宾以及我们的同学们，给我们的苹果家族热烈的掌声鼓励。都要我们的学生努力的练习，他们的家长的大力协助，才能够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哦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苹果。